您现在是来到这个太极之乡，来到广府，来到太极发源地。这个太极拳就是从广府走向世界。现在我们打的太极拳就是，这叫85式太极拳，这就是杨家的。这个太极拳里边要主要的是13式这几个动作：掤、捋、挤、按、踩、列、肘、靠、进、退、固、判、定，这13个名称。 杨澄甫是我的师爷，我的师傅傅卓问、傅宗岳，从68年开始进行太极，从这儿开始练太极，一直坚持到现在没断。我一直跟着这个傅宗岳师傅学了是16年，94年傅卓问师傅回来了，我也在那学。 我那时候学太极拳，每天晚上到师傅家以后啊，学2个动作、3个动作，练了会了，再教你2、3个动作。回来以后到家上炕，半条腿一边炕一骨裂上去了，抬不起来，疼。学一套拳，学了2、3年。2位师傅都是单独教你，永远忘不了2位的师傅恩师。 前几年我提起来这件事，我的言论就不由得下来了。我在上海给师傅个离别，到1个月了，我一打电话，我说师傅回来了，他回来了，我回来我待几天，我看师傅了，你看不到了。一说这个，我心里一惊，哎呀，到家以后一定烧铃铛了，第3天了，我一直在这守着师傅10几天。 我的现在弟子有200多个。你学太极拳，你一定要虚心，一定要尊敬师傅，师傅在慢慢教你，这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，不是说1天2天、1个月2个月、1年2年我就学到功夫了，不可能的事儿，这是很几十年的事儿。太极拳是练出来的，不是说出来的。 因为现在我在家里，一直在家里11年了，说基本上没有断人。哎，几个来拉你个走了，几个来你个走了，在家里就是这样。有的在一片儿都不认识，聚在一起学太极，一学太极都认识了，都成朋友了。我孙子这边儿子都能传播了，他们从开始走。 就看着我，看我练太极拳，在门那一靠，这靠了开我打。从小老子惯成这种太极的，哎，这算一个接班人，有接班了，我也感到挺快乐的。